学生歌手的困扰，潜藏测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好学生，千万不可。八卦周刊郭靖雄碰上了丁若安，到底谁的身材最好呢？方唐这一家同名的家庭医生碰上了调皮捣蛋装病逃学的孙国豪，又是冰块又是黄连加苦瓜，黄安到底出了什么鬼主意？想看好好如何被整吗？请准时收看《星期天报报》。看到现在，不过我们今天出场三个人好像都有点故作青春状，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老实说，你们两个人，我不知道，我不是故作的，我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没有，我有观察到你们两个有啊，像我，人家只是很轻松的这样奔跑而已，就奇怪。那为什么我们刚刚三个人跑出来，我一直觉得有一股浓浓的故作青春的感觉？难道就是自己散发出来的？哎，没有，今天是要符合我们的特别来宾，哎，一定要大家一片青春。真的是时光荏苒啊，没想到一眨眼我已经成为一群人当中提高平均年龄的那个人了。方方方，你在哪里？哎，欢迎我们的四位特别来宾来。哎，柯凡，大家好，曹大哥好，亮哥好，还有杨妹你好。我们的宇文妹妹，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哎，何宇文啊，不错，这都有新作品，这个跟大家见面，对不对？啊，新专辑新唱片，哎呦哎呦，永远不会让你觉得有半点不青春的味道，对不对？哎，李佳，欢迎欢迎，李佳。这要介绍一下，这个你们本家对不对？本家，姓孙，孙协志。曹大哥好，卜大哥好，还有孙大哥好，还有现场观众朋友，还有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协志。这已经到年轻到挡不住了，来问几个问题好不好？哎，考验一下现场的几位，随便点题了。我们这里面分为这个五大类，哎，有国文、英文、音乐、戏剧跟舞蹈五大类。哎，我们来现场的随便来考，前辈先来好不好？长辈啊，好。哎，看看柯凡抽到的题目是。这个哦，国文，这个就厉害了。国文，考你国文，请你把37个注音符号，大家不要出声音，念一遍来。哎，不容易。p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 s s y a R E U A O， 那你不要乱答 pass 嘛。这是十 E L U， 这哪有30个？这20个就没了。对啊，中间那一段嘞，那些字比较少用。知
鸡七夕。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哎呦，我忘记了，忘记了，这个忘了很久不用，对不对？啊，那这个没过关，没过关。哎，但是要哎，我们这边有人会念，有没有人可以补充的？有人可以把它后面接完。哎，支持是 e u u 哦 e o r o e a i a n 支持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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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u u e o u u 我们这边也念好烦啊 e o u e i a o o an an 不会又要讲啊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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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好，来下一题，哎，我们请。按照这个入行先后，好吧？啊，这个是谁？哪个走的？李佳，李佳啊，李佳演唱到今天有多少年了？12年。没有那么多年了。真的吗？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他就出道了。对啊，我也是国小的时候出道。对啊，没有错啊。李阿姨，他真的唱了很久，真的唱了很久。哎，来，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好啊，乐器。我们要请问你的问题，请模仿三位歌手唱歌。啊，三位歌手。你要模仿谁都可以，三位歌手，你说模仿李佳嘛？好，我模仿王菲好了。哎呦，啦啦啦啦啦啦，你干嘛呢？你这听了像这个我们原住民朋友的这个山地歌谣。这样唱啊，他最近对，你唱，你唱。好你要讲你好烦我才会停啊！啊，你好烦哦你！好好谢谢。完了一个了啊，像这样学完了，对，很像啊，但是很像、啊，特色有差。啊，第二个，第二个好。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王菲，不是王菲啊，不是吗？那就是王靖雯哦，那跟刚刚唱法一样，跟刚刚靖雯、啊、他们唱法很像。结果我现在才知道，王菲跟叶倩文跟蔡秋凤原来是一样的唱法。其实他们的唱法可以颠倒啊，像唱蔡秋凤的唱法可以唱我愿意。好，你唱。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哎呦，那我就瞎。怎么会有这个声音？蔡秋凤，你干嘛？他真的就这样唱。哎呦，好，好了，可以了啦。好，掌声鼓励，鼓励，鼓励。等一下。课班要搬回一层，你能不能学谁？学一点。其实我知道，学一下 James Dean 好了。学一个来听听看，唱这几下。不太熟，外国朋友。James Dean 嘛，我学那个，那个伍思凯啊。哎呦，伍思凯、啊，对，味道都有点像。你现在连做访问都有点像伍思凯，嗯。真的吗？来，学分享，分享。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真感动。哎，掌声鼓励，不错，有像哦。语文我要吗？哎，随便啦，当然了，没有，这个是自选题。那我模仿一个，那你可以在旁边帮我跳舞他的舞吗？哎，现在新兴人类主持人已经变这样的，来，你好烦，你不要讲话。哎，来，那你可以到，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到旁边去扮舞。请曹大哥帮我扮一下舞好吗？我不一定会啊，你要跟我讲是什么？杨林一定会。那你要跳他是不是？我学他的声音，然后你跳。我跳杨林，这个不是我的工作。来，在前面，好好转头的。杨好，预备。好。哎，掌声鼓励。好，一个往后面、啊。杨林。轻轻的，靠在你的胸口。杨林有这样子拉耳朵，你看好好耳朵都被拉红。我模仿声音，腔调有像。这一题是共通题，大家表现都不错。当然李佳、孙贤士最后一题不用挑了。来，我啊，真的吗？戏剧，好，戏剧类。好，现在请表演一句话，对着现场你任何一个人用最帅的方式说：“亲爱的，你回来了，请你帮我放洗澡水。”亲爱的，我回来了。哎，亲爱的，我回来了。鞋子我帮你找好不好？我觉得这位不错。哎，让他找队长，让他自己找，你随便找。要真的有感情哦，开始了，开始了。那我找曹大哥啊。最帅的这样子。亲爱的。哎，不太好吧？不是，你跟我演不太好。你要看着我。不是，因为我会呼应，所以我觉得感觉有点肉麻。来，语文女生比较好。语文，人家不选你，你还敢？你为什么每次找模特的时候都不找李佳呢？哎，对啊，
我怕他说你好烦啊。啊，这样两个一起啦。他是妈妈，你跟妈妈讲，亲爱的，我回来的，然后把小孩抱回来，抱起来玩一下。预备，开始。他们两位啊？对对对，开始。亲爱的，我回来了。干嘛？回来就回来了，我看不到吗？年纪太轻啊，可以帮我放洗澡水吗？洗澡水自己去放啊，没手没脚没胳膊啊！掌声鼓励。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同学在，让大家这个回忆一下同窗之谊，跟同学相处的情况，好不好？好，我们找几个同学上来玩一个团体小游戏，嗯，每一个人下去找一个自己的现场的这个歌迷朋友，啊，每一个人找一位，来，这边都快，可以吗？哎，可以可以，每一个人找一位。这个妹妹，李佳，你没办法再找一个比你个子小的哈，哦。可以啊，现场大概没有。现场大概没有，好了，够了，你们四位连上好，五位一组，你们五位一组，好不好？好，这是两队，我们来玩一个简单的游戏，我每出一个题目，你们在该队就要派出一个代表，哎，好，那位先生可以把夜壶放下，啊，哎，你们不会想从我领跑了吧？因为第一题很简单，我们在现场找这个资源啊，五个人准备，第一题我们来比大，来，双方各派一位代表出来，哎。比大，猜猜看比什么大？不一定。哎，好，快，这边的代表是哦，比大，哎，孙国豪，这边比大，是这一位。好，我们的题目是，请问两队哪一边年纪大？啊啊！哎，好好是21岁，21岁，一分。你不会讲30，会16，讲一下30会怎样？同学很是这样，这样我们不公平啊。你们真的不公平，啊，我们除了卜大哥以外，每一个都比你们年轻。对啊，就看运气啊，谁叫不派阿亮，你们派阿亮就对了，他一个人抵8个，对，哎，好了，这边得1分，哎，恭喜。好，下一题我们比粗。好，有人自告奋勇，铁定是腿粗了吧，一定是腿粗，对不对？好，我们的题目是，我们来比脖子粗，哎，来，哦，有没有皮尺，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董成英虎群比脖子，哎呦，撑开了，拿了个苹果出来，好，多了个苹果，15寸，好，用腿脖子就赢他了，哎呀，国内有名的铁脖，鸡脖，哎，这个头发要撸一下，哎呦，没加苹果就15嘞，15，哎呦，撑出来15.5，哎，掌声鼓励。抽筋，好，阿亮一定是平常跳这个跳太多了，对不对？扳回一城。第三题，比高，比高，比高啊，高，高，一二，来，我的歌名，换一个，这位你是来比高的，对啊，我比高了，我比鞋跟啊，对不对？怕什么？比鼻梁高啊，不是啊，我们比血压高。还有血压比较高，哇！制作单位准备真齐全，什么都有。OK， 比血压高，首先来看看这位，我还没量过。这位同学的，啊，量完，糟了，高血压。同学，要打一根针，要绑紧一点，真的吗？要绑紧一点。我不太敢绑紧，因为我们很多演艺人员身上很多地方不能施压，哎，啊，就会掉了。真的吗？等一下，还没有，血压一。哎呦，好，测定中，还没到，48，脉搏数40，血压哦来了，最高血压90，低血压76。哎，等一下，制作单位帮忙一下，我看，对，换一个大一点的来，好不好？哎，啊，预备，看看这位同学的，他们是多少？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高血压138，低血压116，哦，这样子血压是有点太高了。哎，你这血压有点偏高，紧张也有关系啊，可能跟紧张有关系。来，恭喜这边再得1分。下一题我们比多，赶快可以派一位代表，多，哎，谁比较多？哎呦，派的是这一位，就不好意思，我已经看到题目了。我们比手上的汗毛，没关系，汗毛好不好？算根的，哦，啊，算根怎么数啊？对对对，哎，
没有自己用这个胶带，我数时间，计时开始你就用粘的，来看看上面可以粘几根。找朋友下手比较不会痛。其实我觉得自己的队友不能帮忙撕，哎，会太仁慈了。不是，做主持人一定要这样啊，做主持人不能光是叫特别来宾啊，观众来玩嘛，对不对？我愿意贴在我的，拜托，千万不要。还有代打，那回去还可以当刷子用。好，这位先生，你没有贴过胶布，也看过猪走路吧？你贴在我的关节上。粘什么手毛啊？啊，预备，谁撕我的？我撕你的。哎，你今天跟我有仇啊？我撕你的。好，大家反正撕下来就不能再粘了哈。预备，一二三。哦，哎呦，啊，来，到前面来检查一下。哎呦，我这好少啊！1、2、3、4、5、6、7、8、9、10、11、12、13、14。哎，我们的显胜哎！我这十四根，我们好多。等一下，你好像粘过地毯一样。什么？粘过我家的狗啦？哎，很明显，这阶段这个汗毛比赛，而且这边比较完整，都整根的。对，都整根的，这个都分段的。哎，恭喜是这位女同学获胜。这个留给你做纪念，好不好？哎，对对了，哎，不是，他留自己的有什么好做纪念？来，这是我全国。我全国国际歌友会梦寐以求的奖品，来送给你做纪念。下一题，比长，最后一个代表，最后一位代表比长。我们比长的题目是比谁的气长。有信心。很简单，谁可以先把这一个气球吹起来，谁就赢了，好不好？预备，不要对着气球讲阿拉伯话啊！来，预备。预备，吹出阿拉伯字了，开始。加油，没关系，快！哎呦，已经吹破了，很漂亮，可以把气球吹破，气压太大了，胜负已定。哎，这个完全吹不起来，那个把气球吹破，可是旁边蛮厉害的，我吹起来，旁边有人吹出一个腊肠了，真的是。真的是看不出来，人家。哎呀，其实吹气球要有点技巧，对不对？好，今天是我们孙国豪这队获胜。他们能够获得的奖品就是我们这一队的掌声跟鼓励。哎，谢谢，好棒，好棒，恭喜！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刚刚只是让大家回忆一下。虽然这个我们当歌手，同时呢，又出唱片，但是呢，也不要忘了自己的学生生活，希望能够好好的珍惜，而且经常的回味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哎，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孙杰志，谢谢我们的李佳，谢谢何宇文，谢谢我们的柯凡，谢谢我们的四位现场的朋友。休息一下，继续欣赏我们的新姐姐，拜拜。根据你的了解，丁鸾，他不会，他不会，为什么？怕小孩吃不饱。因为他身材现在已经刚刚好了，非常完美，不需要任何。怕小孩吃不饱。我有说过我的小孩，我不会想要喂他吃母奶，因为我觉得那好像会很痛啊。综艺妙听闻，娱乐新资讯，欢迎收看《八卦周刊》，又要开始了。来，今天的《八卦周刊》又要提供什么样新鲜的讯息？对，也是找一些美女来帮我们这个分享一些八卦的消息。对了，要创造一些这个八卦的趣味。对，哎，这两位又是超级大美女，又是美女的。哎，我觉得我们这单元应该就锁定我们这种阳刚主持人。对，对不对？那每次都会看到一些美丽的这个画面，秀色可餐啊，对不对？而其实呢，不但是这个视觉上的享受，他们讲出来的话。又非常八卦，对，非常的火辣，满足这个听觉上的。平常听不到的话，都这个可以在八卦周刊里面来听到，一点都不错。赶快来看看今天的两位色香味俱全的特别来宾，来欢迎郭敬淳、丁楼安。两位帅哥主持人，然后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要出场之前，我们乐团老师大家都说。这两位真的是非常有前景，千金可期。哪里？哎，最近的恋爱一切都还顺遂吗？你好坏哦！干嘛？很坏哦！啊，
真的不是，我们这是最近恋爱不太顺，是常态问题，每一组特别来宾来都问一样的。嗯啊，我们有男朋友啊。哦，没有啊。丁柔安呢？不能谈恋爱的。哦，你不能谈恋爱，丁柔安呢？然后没有什么变化。没什么变化，什么意思？目前的状态是跟以前一样。以前是还是那个啦。啊，还是同一个男朋友，对不对？那一切都还好吗？托您的福，还不错。哎，要说干我什么事啊？我跟你讲，最近哦，因为很多社会现象动荡不安的，很容易造成一股这种失恋风啊，失恋症候群出现。社会现象奇怪，这一阵子社会现象很稳定，是感情动态不安定。这个不会传染的吧？不要吓人。有哦，自从英国发生这个恐牛症，哎，你看，疯牛，疯牛症之后呢，就对很多情侣造成影响，因为大家不适合到西餐厅吃牛排了。好，男朋友平常跟你都到哪里约会？你怎么又问到这边来？没有，我们先要引起各位八卦的乐趣，要先暖身一下。对呀、啊，跟男朋友通常都哪里约会？你在哪边约会？看场合可以看有没有在聊八卦的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哎、欸，多半就是在家里。通常就是去我家、嗯，全家一起看电视。哎呦，后面那句一定要补上，哎，这很重要。去我家，全家一起看电视。全家亲亲抱抱啊！哎呀，聪明的女孩，开玩笑，全家爱得不得了。这就不是八卦，这是事实，对不对？全家三部电视机，三部都开着，虽然只有看那一部，但其他两部也是开着，还是亲亲抱抱。哎呦，让家里变成立体声，特别立体画面多立体。全家收拾太狗腿了啦！你们家好奇怪，压力很大。哎呦，你这为什么穿高领毛衣呢？因为我们都穿春装了、啊。我们都穿春装郭敬淳。我没怎么样。哎呀，你看，他最近不会怎么样了。对，我最近怎么会？有没有留意到他刚才动作多小心？他只抓着前面这一半啊，然后就盖起来，对不对？拜拜，我说一个项链，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你要看这个卜学亮故意把胸部袒露出来，对不对？这就有问题了啊！待会再说。好，接着上来跑步机开始，穿高跟鞋来上我们八卦新闻。好。第一题，请问圈内有哪些女艺人有化妆品过敏的问题？使用化妆品会过敏，就你们所知。哎，对不起，丁柔安。丁柔安。啊，丁柔安有是不是？哎，还知道谁呢？还知道的有，我也有，你也有，对。哎，你要为了要编个答案，两个人都自我实现，直接问旁边的。对对对，姐妹交情不错。像有时候我们没有艾琳，不要讲话。好，来郭敬淳。像有时候啊，因为我们化妆，有时候如果穿的稍微低胸一点，是连脖子跟这个胸前都要打粉底嘛。那我每次一打就会长颗粒颗粒，就会长很多那个豆子。好，不用解释，我只是问你谁有化妆品过敏的问题，不用把整个病况都讲出来，还有形成的原因都不用讲。现在流行局部瘦身美容，请问哪些女艺人比较需要做腿部瘦身？哎，丁柔安。杨林。杨林。人家已经最佳女主角了，我说之前之后嘛，之前嘛。对，冰冰姐，白冰冰。对啊，因为像她前一阵子常常就是很优秀嘛，知道她口才很好，对不对？嗯。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找她去呢，就好像象征的好彩头。好，郭建军老师，谢谢。哎，因为常常提供我们不需要的答案。下一题，曾经因为减肥而影响健康的艺人有谁？哎呀，或是什么？宫泽理。宫泽理惠。啊。影响身体健康。来，郭敬淳。啊，你按了。来，丁柔安。陈淑华。陈淑华。还有来，答案上还有一个李芳文，我不知道有没有。哎，对对对，好，来，谢谢。女艺人在出道以前曾经当过空姐的有哪些？来，丁柔安。邓伟婷。曾经当过空姐或空少的也可以，男艺人包括在内。吴学亮，不可能，他不要闹了，这个样子他是地勤那个托运的那一员。我是托运。行李员吗？其实我的体型也蛮适合担任托运的工作，车子也不用我直接拉着走就可以了。这样跟他无嘞。没有，哎，你们能不能针对问题回答？好啦。圈内男艺人曾经追求过空姐的有谁？来，刘尔金。刘尔，哎，他老婆就是曾经担任过这样的刘尔金。还有嘞？还有曾国城啊。曾国城，我乱说的啦。一代换一代，上礼拜那个另外一集有两位，什么都提到八哥，对呀，哎，他们都提曾国城，在长江后浪推前浪，不简单，哎，说不定两个朋友很好，是差不多，有接棒人，什么？八大哥也是差不多啊。差不多怎么样？他也是那种。
所以我觉得春姐好漂亮，身材好辣。八爷，我没办法了。那还有高凌风大哥、陈百潭先生啊。好，请问最近刚刚当妈妈的女明星们有哪些是亲自哺乳？傅娟。傅娟。方文琳。方文琳。方文琳都还没说。我讲错了，我讲的是另外一个，我讲亲自哺乳。那个是谁？外人。苏明明。苏明明亲自哺乳，还有嘞？我是不知道这对不对啊？这都他说的。啊 ，OK， 来，答案上还有一个。玲玲姐。最近，李明姐最近又生了，我怎么不知道啊？最近还有柯淑琴啊，来，请问你们两个人知不知道对方将来会不会用母乳来哺育自己的小孩？根据你的了解，丁如安，他不会，他不会，为什么？怕小孩吃不饱。因为他身材现在已经刚刚好了，非常完美，不需要任何。小孩吃不饱。我以为他会这样回答。啊、我乱答乱答，老公来给我一个特写，谁说我的小孩会吃不饱？还不是这个原因嘞，我有说过我的小孩，我不会想要喂他吃母奶，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会很痛嘛。哦，这样的，对、啊，这是认知的问题。郭敬淳，你觉得丁柳安呢？丁柳安，怎么了？用想的就好，不用用看的。容易吃不饱那一型吧。我觉得像身材太好的话，容易把那小孩子弄窒息。其实不好，考量的是。谢谢，掌声鼓励。再来，再来，小心，小心。今天我们的八卦女王是哪一位呢？我要看看郭敬淳跟丁柔安。郭敬淳，郭生。天哪！刚刚以上我提到过的所有人名，因为我要配合这个节目，他们听我的，对，没有错，作证。那说也奇怪了，那你干嘛不提别人呢？对不对？那一定是其来有自，空穴不来风啊，事出必有因嘛，就是啊，对不对？好了，来，今天我们的这个八卦女王、八卦公主，掌声谢谢，谢谢你们。高级慢跑鞋送给两位，祝福大家身材更好，好不好？谢谢，很需要，很需要。谢谢两位美女，谢谢，谢谢，下期欣赏我们的星期天八卦。观众朋友们，你们要先看 Tom Cruise 还是要先看谁呢？哦，好刺激哦！我们去找 Tom Cruise 好了。哎呀哎呀！我们要去找明星，像是激怒李维，这个全台湾这个小女孩最爱的激怒李维，我们要去看她哦，想不到吧？嘿嘿嘿。然后还有谁啊？哦，还有马当娜哦，可能找得到马当娜哦。OK， 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他们住哪里，我们要先去买一个那个明星住家的那个地图。OK， Maps of the Stars Home， 就是明星住家的那个地图，我们现在就去买。现在有这一张哦，这张小破纸哦，哦五块耶，很贵耶。但是呢，就可以找到这个各大明星住的地方了。我想，带我来瞧瞧。哎，名字看到名字了。哎 ，Tom Cruise 哎，汤姆克鲁斯哦 ，Tom Cruise 哦。观众朋友们，你们要先看 Tom Cruise 还是要先看谁呢？哦，好刺激哦。我们去找 Tom Cruise 好了。你知道隔壁那一群老阿嬷们啊，也在找明星哦。他们手上还拿一张那个小破地图哦。你看。哎呦，那谁家？哎呦，那谁家？哦，好大。哦，城堡。哦，前面就是那个 The Beverly Hills Hotel， 很有名的。这条街上啊，就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明星开的车要出去买菜啊，不然就是要开出去吃饭啊，参加 party 啊。
所以在这边就要仔细的看，然后就可以开始跟踪他们。这里右转。没有，不对不对，再走，下一个右转。我跟你讲，我跟你看了一个多钟头，哎，很久哎。但是呢 ，Beverly Glen 我们现在要右转，好像就是这边上去，应该是没有错。那希望 Tom Cruise 先生现在还在家里，还没有出去哦。这个一呀，就那家啊，右转，右转，你前面左转，一 North 对不对？好像就找到了，他怎么就住门口啊？怎么不是住深山那种那种里面？好，我们现在超过了。如果 Tom Cruise 呢，他是住在这条街上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已经是非常接近了嘛。哇哦，真的住这吗？ Tom Cruise 家怎么这个样啊？不怎么样吗？ Mr. Kojima? Oh, I'm looking for Tom Cruise. No, no. Oh, he doesn't live here? No. Do you know who lives here? Yeah, my friend. Oh, your friend? Yeah. Oh, he's not here?Doing? Because we want to find Tom Cruise. That's an old map. That's an old map? He moved? He moved! He moved! He moved! 而且太太在干嘛呢？太太忙着签劳务报酬单。钱钱领到了，钱领到了。这个比较重要。哦，你真正搞到闹气耶！闹有啦。为大家热情掌声介绍孔锵斯里交响大乐团。为什么我们刚刚要在悠扬的乐声当中说这个开场白？是有原因的。有音乐衬底之下，整个这个气氛就会不同。不是，是怕这个交响乐团的音乐不够和谐，要靠我们的这个旁白来把它压住。对，所以我们的声音很有旋律。哎，最后只剩下大约两个小节，让他们稍微有点演奏的空间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要请到的是。乡音四重唱，这不是交响乐团。乡音四重唱，掌声欢迎。我们的制作单位是人不够啊，进来还要麻烦二位自己。自助式的。哦，我懂了。今天我们介绍四重唱，对不对？这边分别是邓紫鸿、邓紫豪以及大麦克风、小麦克风四位。这个介绍就错了啊？干嘛？乡音四重唱四个人啊，是啊，一二三四啊，还有两把，刚刚好，对，那就不是人了。那你还更难怪扛他们两个进来，哎，来麻烦访问一下，讲两句话。笑了，今天就两个人呢，啊，两个人，不要，主持人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哦，话丢出去就像不能收啊，嫁出去的女儿一样，泼出去的水一样，可以收，可以收，不过跟原来不一样，话不能改。那么乡音四重唱，今天一定要四重唱。孔锵勉强一个当两个用凑进来不行啊！哎，这开玩笑，我们做节目怎么能有勉强的？对不对？人数一定要凑够啊！对的，这样一二三四五，有一个一定不能唱。那这样好了，今天你是嘉宾，你先在旁边休息。哦，我先休息。我们组成乡音四重唱。都加入你的话，那个乡音四重唱的名字就要改改什么？那走音四重唱。这表示得走到哪里唱到哪里才叫走音。我们不要光说不练了啊！来，如果是唱歌当然好，但是我就怕你，所以呢，我们先唱唱歌，而且还是有小朋友在这儿，对不对？这个从小看大，你唱歌还可以应景。开玩笑，哎，当场就先让小朋友快乐，好不好？小朋友呀，小朋友呀，大家快来快快来，快来洗手，快来洗手，两手干净身体好。这歌
歌我觉得相当的悦耳动听，没有听过、而且你看唱的连自己家的小孩都没有什么反应，对不对？家里小朋友来了，对不对？邓子豪，小孩没什么，那还是靠我说了这两句笑话，他在笑出来。听爸爸跟阿伯唱歌啊，两个小孩听得呢。而且太太在干嘛呢？太太忙着签劳务报酬单啊，讲钱领到了，钱领到了。你有没有别的歌啊？当然有啊。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在我家。为国去大战，当英雄哈哈！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用你牵挂，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不会唱歌的人，真的想要学，那怎么样去断定说我应该先学 bass 还是学？那你就叫孔锵老师帮你弹一下，测一下你的音高。测一下，老师，我们今天现场测测看，音准，对，就知道你测阿亮，测阿亮唱什么帕斗啊？来，哥哥爸爸真伟大，怎么样？怎么样？不行，找我家。他这应该属于，这个叫完全没救性。不是，我不能要他变成哥哥爸爸，这是比较没有办法拉到很高的地方。啊，不错了。他这样可以唱高。假以时日，可以唱高音吗？你来。好的。你就不是他高的。我要唱音名，好不好？我唱音名比较有把握，不然音唱不准。你弹那么高干什么？低一点。你弹最低的。爸爸真伟大，名誉在我家。曹贝贝你好。我嗓音是比较低的，对不对？那您自己本身擅长的是？我是唱高音的。高音。我跟志浩两个人都高音。哦，两个。高音部分有两个，第一男高音，第二男高音，所以我们两个有时候会互换。那你们四重唱的另外两位呢？一个中音，一个低音了。哦，那两个不在家，你们这个光两个高音还可以唱？还是可以。纯高音的没？还是可以。选一首比较飘得上头、适合高音表现的歌曲。好，来，这个就是。湘音四重唱，邓志宏、邓志豪。My arms and I want you to hold me tight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I can make your mind just a little wide anytime night or day. Only trouble is seeing ways I dream in my life.I love you so, and that is why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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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就很容易就可以加入你们闽南语歌啊，闽南语歌。刚刚你唱了国语的，英文呢？超威卡激流言，来，有闽南语歌，有。什么歌曲？你听吧，听了才知道。落雨的彼一天，我来到彼条暗巷，无意看到你。一人亲像桃花面红红，落雨的隔两天，我搁来到彼条暗巷，四界找无你一人。予阮欢喜变成空，
用几处都会啊。刚才齐泰和蒲学亮也加进来了啊，我们在唱那个歌的时候，这歌名叫《头灰昂昂》。对呀、啊，所以恁两个跟他头灰能长啊嘞，他就叫昂昂嘞，龙腿就哎，所以蛋仔往那里当唱歌的部分会当领钱啊。啊，那嘛啊，这样我们也算五重唱嘛。对对对对，刚刚这首歌好听，这是正是贤坤仲的作品。不是，他是志浩的曲，他老婆的词啊，是那位著名的那个词作家方兰小姐吗？是吗？吴方兰呢？也今天也在现场吗？在。哎呀，哎，我想象当中一直他是应该是一位这个、啊、已经有有年纪，然后因为有那样的才华，光看作品就想这个人一定超过70岁，才写得出这样的功力。哎呀，没想到你本人那么年轻、啊，人家得金鼎奖、啊。不是，请问一下，最佳作词，请问是那三位里面哪一位？是哪一位？戴眼镜的那位。哦，戴眼镜的那位。啊、哦，另外两位把眼镜拔了吧。其实这边介绍一下好不好？介绍一下。你比我更清楚了。什么？哎，没有人这样的，没有人这样说。介绍一下少夫人好吧？你比我更清楚，这个话不能乱讲。啊，我们是好同学，因为过去跟方兰就是在这个艺专的同学，她算我学姐。是。就非常有才华，然后后来呢，也知道她在这个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如鱼得水，生了这个。你为什么人家讲这个你就只有这样还有小宝宝也非常健康活泼可爱，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恭喜恭喜。哎，您呢？人工呢就生呀，就干活。其实没有什么嘛，同样是男人，愿意就办得到嘛，对不对？没有什么嘛。哦，我实在是哈。那人呢？我真的是不愿意。对，对象不是这个，每次赵宁看到我就，你不要来破纪录啊！哎呀，我50岁结婚。这个记录我保持住就好了。你千万不能，你还没有破吗？应该破了吧？什么话，好可怕！没有啊，破坏我行情。我将来这个，因为我27号出国去加拿大念书之后，是，我一定为国争光，把个洋妞，我一定把照片寄给你。好喜欢。哎，我儿子出国念书2年，回来以后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到国外还教中国女孩，哎呀，真是对呀、啊！我说你都不完成爸爸的心愿，真的是。刚刚唱的是这个闽南语歌曲，老师，我们有没有什么闽南语歌曲可以回赠给这两位特别来宾？哎呀，我们的招牌闽南语歌曲就用不完了、哎，随便选一条都可以、啊。无敌铁金刚无，哎，不是啊，哎，我闽南语歌曲唱我们的招牌闽南语歌曲，招牌歌曲，嗯。音乐下大家就知道了，对，好，也欢迎你们加进来。好，哎。七条流星，老鬼都愿意。你是永远永远安心，安心之后无了事。祝福我们邓志宏先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老师学成归国，学成归国，西家再劝啊！谢谢谢谢谢谢，祝福我们邓志宏阖家平安健康啊，长长久久，谢谢谢谢，谢谢他们今天贤坤仲来到我们的牛轧糖音乐会，谢谢，休息一下，继续欣赏我们的快，好吧。哎，冰块最重要的就是放得懂的，哎，这样就没问题了。哎呀，我们退烧喽，谢谢。明天星期要上课怎么办？功课又背不了，哎呀，又被老师骂，哎呀，同学要笑我，怎么办？叮，装病就好了，对嘛？你
真是天才，说病就病。哎呦，哎呦，对啊，身体真好。哎呦，哎呦，哎呦，随便打开一张报纸，哎呦，报纸上有一个年轻人照片，啊，好帅啊，好好看。哎，奇怪奇怪，哎，坐过去一点，别哎呦哎呦啊，我要我要看书，哎呦，哎呦，看报，哎呦，哎呦。哎呦，什么有啊？你恶心啊！好了好了，哎，这体力过剩的就出去打打球，运动运动，发泄一下就好了。哎，对对，想打球。哎，那你随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吵我，好吧？啊，我要看看报纸。这个年轻人好帅。外公，你都不关心我。哎呦，别啰嗦了，看报纸啊。阿伯，阿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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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雌黄不敢过，一叫你念书你不念的啊？买盐巴不是我的工作，好吧？你要就要好好去，要不然就自己去生产盐巴。哎，哎，叫好好去，好好，哎，啊，好嘞，啊，好嘞，去去去找去，好嘞，哎呦，好嘞哟，大人大进啊，都涂卡算要创啊，去去给阿婆吼。买一包盐巴啦吼，啊盐巴买到阿婆煮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给你煮了。红烧肉，不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一先，反正就是先饿肚子就对了。不行不行不行，上当不行。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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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诶好诶，喜安娜好诶。朋友，我要煮红烧肉呢，你都不想出吗？我生病了啊！哎，慢着，我看真的有点不对劲啊，就是小孩会连红烧肉都不想吃，肯定真的是病。哎，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来，外公看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呀，从小到大你就没有不吃红烧肉的时候啊！来来来，坐下来，到底怎么回事？阿婆，摸摸看有没有发烧啊？哎呦，有没有发烧啊？发烧，发烧用额头对比较准啊。这个没有的，没有发烧，没有吧？当然没有嘛，才刚刚开始，那个烧还没有从下面上来啊，当然还没有烧嘛。倒是还没有啊，那就应该没事啊。带他去看医生，看医生比较快。走走走，我不要看医生，我休息两三天就好了。休息两三天，哎，不行啊，在家里拖两三天，小病都成大病了，不行，说看就看，说走就走，急之急行，出发。来来来来，我告诉你，走不走得动啊？走不动，全身无力，没关系，四肢无力，走不动。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面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男人，男人就是家庭的栋梁，家庭的支柱。你从小生病，每一回都是我一只手就把你抡起来带到医院。哎，今天一样，外公抱你去，好酷哦，让开一点。哎，这你们女人家是绝对办不到的。来，预备，一、三，哎。好，等一下啊，我的外公调整一下。好，外公抱你一下啊。行不行啊？一、二、三。哎，忘记啊，刚刚有没有听到一种皮带断掉的声音？像不像皮带哦？像钢筋断掉那种感觉。那可能是我的韧带。啊！外公，哎呀，我的小蛮腰啊！啊，糟糕！哎呦呦呦！我受伤了，不要碰我啊！啊，无熬几熬哦，休息啊，我讲甲袂白上哩。我跟你讲啊，现在已经流行那种叫做家庭医生了。哦，啊，你们在那边搬来搬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去打电话给家庭医生了，连这个都不知道。你好厉害，那家庭医生人呢？快点叫他来呀！哎呦，我的腰啊！打电话来了，头痛啊！哎，来了，医生来了。哎哎，大家好！哎，你们这有叫医生的，是不是？有黄医生哦。哎，黄医，我叫的啦，我叫的。好，我看看，我怎么看看？我没有口臭。看起来不错了，真的，这个舌头绿了一点。请刷牙，知道吗？那我走了啊。不是我了，不是我了，不是你了，是两个在哎呦那两个了。哎呦，生病了。哦，你们家好像杀戮战场。我看看，这个毛病上不是我在讲，看起来像不久于人世。医生，难道这？哎呦，而且这不是我讲。
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须丢弃拖鞋。莫名其妙，还要丢医生拖鞋的？医生不好意思，来来来，我看书。你不要动，这位先生，老先生，不要动。哦，跟他讲啊，老王，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你猜呀、啊，你是医生，应该看得出来、啊。我知道。哎，您是不是？你讲话不要喷我口水。从上面往下喷，好恐怖哦。扭到腰了，是不是？哎，好厉害！来，我来扶你起来。这个起来的姿势很重要，不能开玩笑。来来来，帮帮忙。哎，您行行好。哎，小心。哎，你有没有听到钢筋断掉的声音？有啊。是先瞧几下，我也扭到。哎呀，好厉害啊！这不是我在想，哎，掌声鼓励一下啊！那个弄你，你弄我，我就好了。医生好，医生啊，我这个好像有的那个，有的那是这样，只要我消费频道看过这个表演，只要我医好一个病人呢，我自己会名炮作乐啊。哦，这个药不错，没什么事儿，吃药就好了。哦，来来来，我开个药给你吃。哦，好厉害，医生，那确定不用打针？你坐里面也挡到我的镜头。确定不用打针了？你不用开刀啊？不用开刀。打针开刀已经过去了，他只是扭到药而已。来来来来来，这一瓶不是我讲，仙丹呐、啊，来，老仙，谢谢。一天一粒，不可以偷吃啊。哦，这样是吧？保证生不出三天。哦，药到病除。医生讲对哈、哦，保证到病除。啊，病除。好歹你一看就知道是老实人，医病最实在。哎，那帮忙一下，那。帮我看呢，顺便送买一送一，哎，这个顺便看一下，哎，是他发烧啊，我跟你讲，我那个已经没有了，是可能医不好，没关系，哎，这个我帮您收着，待会儿还可以再用，您帮他看一下吧，那量个体温，哦对，我怕消，哦，刚刚量过一个感冒的，还没消毒，消毒一下。哦，我看有没有发烧，哎，是，您看，各位过来一下啊。过来一下，您看这情况，怎么着？这个小孩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小孩，他爸爸叫秦汉，他妈叫邵乔英，可能是。好好的病，全世界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治好。大夫，耶、yeah! ！大夫，你别开玩笑，你怎么可以呢？好快！我不是说他不能治好，是他根本没有病啊。当然了，把病人医好呢，是我这个啊，医生的主责，天职啊！哎呀，医生好了没有？手嘴都酸了啦！真的是，肯定的呀！我告诉你，我有个好办法啊！耳朵过来，太可恶了，我听听。哦，要医好就要摆回去啊，太有指望了。好，过去看看，敢骗我们？好好整他，整他！啊，小弟还抽烟呢啊！哎呦，哎呀，怎么样？摄氏78度可以，这个煎蛋呐、啊？摄氏16而已啊！啊，摄氏76度，摄氏啦！看吧，我就跟你讲，我生病，你们都不信。哎呦，怎么办呢？有话说。那我们这么烧呢，咱们要第一件事就要退烧，退烧，好好啊，忍着点哈，外公知道你病得厉害哈，来退烧，退烧，我们用冰块，好吧，冰块最重要，这样就没问题了，哎呀，退烧喽，退烧。好多了呢，好多了呢，再来嘛，没有关系，好多了，好多了，可以了，可以了，烧退了，烧退了，烧退了。男人最重要的呢，就是油剂啊，哦，男人就是要靠一个油剂啊，油剂不能发烧啊，来，翻过来，什么是翻过来？加入冰块，这个不行，都烧了，烧好了，我全身酸痛而已，烧好了而已，全身酸痛，烧好了，果然有问题。哎，你这下没事可以去上课了吧？敢骗我？他是全身酸痛是不是？对呀、啊，告诉你，啊，全身酸痛，来来，坐来坐。
爬过来这干嘛了？全身酸痛哦，阿婆最累。阿婆干嘛？煮一种这个营养的东西哦，用食补，食补比药补还要厉害。做好之后你吃起来就像几杯瓦林。啊，那干嘛那个馒头加红烧肉那个，肥卡多啊，安尼好食。哎，阿婆的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你看看。嘿。这个红烧的是不行的，生病要吃比较清淡的。一阵娘娘安那做嘞，那个黑龟哈，那这个苦瓜给熬做一盘哈，那个蛋蛋的哈，加一锅酱油哈，加一锅酱油。这套食品我告诉你，不要药到病除。哎，你放心，我不要了啊，你这个阿婆我不要，阿婆那你这慢慢养天啦，不要担心的，整罐给你喝，来。病好了，外婆要慢慢养颜了，慢慢养颜了。病好了吗？那你喝了，我不要喝了。还说不去上课啊？说到底，你身体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有哎，有什么？记性不好，都会被同学骂。功课不好，我告诉你，生病要找医生、医师啊。功课不好要找老师嘛。哇，押韵呐！哎，怎么找我呢？是不是？如果怕死呢，就找法师嘛。要怕死，又是经过你手，就得找律师啊。这个药在哪里去了？在这里啊。这怎么样？这个它也可以吃啊？不会吧？这是综合维他命啊，可以说是仙丹呐。哦，那吃久之后呢，会得到这个月亮脸犀牛颈。这老婆，你很熟吧？所以说。念书的时候已经康复了，是的，就每天吃一颗，对着祖宗的牌位念书，保证不出3个月考到全校第一名，可以吗？真的假的吗？你就是仙丹呐 ，Trust me, you can， 好起来，真的，哎，坚持一颗，好，来，没关系，来，外公喂你啊，哎，不要太多了，一颗而已嘛，没有关系，来，用外公的茶，就外公喝过的更厉害，来，来，好好。来，喷口水。脸越来越圆了。哎，怎么感觉？觉得从初级到底考好了。哦，可以。平常他就很厉害，那你要出难一点。我平常就很厉害，很厉害。那不能开玩笑。难一点，难一点。考什么？造句。造句，我有造句啊。如果来造句啊？如果，快，想。牛奶不如果汁好喝。牛奶不如果，对不对？不如果汁好喝，对不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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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是蒙的啊，无三不成立。我输的最厉害，再来啊！可能再来一题。明天，这不能太俗套。小明天天去上学，哎，这只有他外公知道啊。对，明天是吧？他说小明天。天去上学，对，小明天天去上学，对，哎，不错，好快，再来一题难一点的，难过，哎呦，这题难了，这我想不出来，难过，我知道了，外公，啊，忠孝东路很难过啊，酷，完全，确实你牛片穿起来，耶。恭喜你啊！真的是谢谢您，这个回春妙手，把我这个孙子都医好了。那我要趁这个药效还有，我多去念书。哎，这病带回去。对，我这样才会记得更多。好啊，只一点病都没有，缺乏的就是长辈给他的肯定，还有他自己的自信心。平常好好鼓励他。顺便陪他念书。哎呀，黄爷子厉害！哎，如果他真的不念书的话，药也没办法医了。我下次来呢，会准备虎头铡，给他就地正法。黄大夫爱开玩笑。头一次来我们家，我们携带一个经验，是找医生一定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能找这蒙古大夫啊。对了。啊，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呢，那祝你们小孩子成功。谢谢。祝你们不要派到这里来。医术医德同等重要，对不对？哎，我们谢谢我们的黄大夫。其实我们这一家人呐，智商也很高。哎，待会儿药丸大家一人发一粒，不吃也没关系。那要不要先准备冰块给他退烧是吧？大家也来造个句，造句。哎，题目是黄大夫，预备，起。谢谢黄大夫。那边。
对不起，这边，哎，这边。对呀、啊，这个放一下，这个再弄一下，因为我们要补的剪。导播可以剪前面的。哎，不行，您再补。好了，再见了，再见。表演一下吧，哎，你去啊，你去啊。表演。好，那你们走。掌声鼓励。跟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愉快的相处的这段时间，不过我想呢，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还是有一些话呢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块来聊。怎么样的话？哎，比方讲了这个，因为社会结构的转变啊，现在很多的家庭，绝大多数呢，要不然就是年轻朋友自己住，要不然最多都是跟自己的太太、伴侣啊、配偶或者小孩一起住，就小家庭变得比较多一点。对，但是很少再有这个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啊，跟长辈一块住的情况。那相对的这个情形，你就可以想得到，老人家呢多半都是一个人独居，哎，都是独居的。那在这个情形下面，我就要问一下你们俩，你们的自己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我想我是蛮孝顺的啦，我是蛮就把家里当第一的，所以我都会都待在家里。一般孝顺是别人讲比较好。好，等一下，对不起，那我可能问错了，我先问他好了。哦，这样子，好。你再仔细想想看，你是什么状况啊？哦，好，你的情形。我们那个邻居啊，住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孝子，孝顺的行为传遍乡里。哪一个孝啊？踢孝的孝。我想说，对，没关系，你们两个人都在想一下答案好了，我可能都问错了。我问一下董承英，我先。没有讲真的嘛？因为这个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嘛，有时候这个比较早出门，比较晚回家。那有时候这个爸爸妈妈的话，这个晚上这个比较早睡，你要回去就会吵到爸爸妈妈，所以我就这个因为工作关系没办法，就搬在爸爸妈妈附近。还是可以照顾到，那就住在附近这样，20公里内都算附近，对，大概走路大概5分钟就可以走得到，这样子啊。不过经常都是爸爸妈妈来照顾我比较。实话终于出现了，真的。哦，那这个，你想清楚了吗？想清楚了。您是什么状况？我是呢住家里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有时候觉得说不大方便。因为有时候你住家里不方便，哎，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家里有爸、有姐、有狗啊，不大方便，你知道吗？这个不懂，像我爸如果这个有朋友来的话，狗会看。你等一下，第三者的这个监视中，你爸爸的朋友来，狗会看。对。哦，那经过狗的同意才行。尴尬，所以我要把狗带走，就很尴尬，你知道。所以基本上，其实我是很孝顺的啦，是都会待在家里的，都还是住家里就是。但有时候不方便。对，有时候就不方便，但是不是我的不方便，我觉得是别人的不方便，因为狗不方便，因为狗常常避免尴尬要出去，对啊，对不对？对，那加上那个狗觉得说我很烦，你知道狗觉得，对，他觉得我很吵，好像节目开始的时候李佳觉得我很烦一样，哎，有一点这样，这算什么比喻啊？好，不过你就是住在家里的情况，阿亮现在是自己住，因为结了婚，是一个小家庭在外面，然后爸爸妈妈就另外住在你的附近。哎，我想这就很现实的情形啊。希望大家呢都要记得我们的提醒，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跟家人一块相处吃饭，最少也要拨拨电话，或尽量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假日的时候，全家聚在一起的一块，对不对？应该的嘛。不要忘了，赶快跟您的家人联络，全家大小一块可以相聚在一起，永恒收看星期天，爆了！谢谢，谢谢我们华视台乐队。还有我们董承英舞群，谢谢，拜拜。